梦想食品 All Day 的酥塔饼干呢，一个是牛奶，一个是芝麻，香香，很香，嗯，很自然的牛奶的味道，不会很甜腻，会让你一口接一口想吃。你看一打开，一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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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部都是芝麻，太好吃了。这芝麻口味里面满满的膳食纤维跟维生素，还有矿物质，大人呢小孩吃的都非常的健康。它里面呢添加了满满的钙质之外，一片 all day 一杯牛奶，钙质加倍。我儿子呢一吃牛奶马上爱上。彩虹妈妈公益包的特别版，这个收入呢都会全数捐给彩虹爱家协会。那资助呢我们的彩虹妈妈去每个小学说故事，可以上官网订购之外呢，跟彩虹妈妈拿这个订购单就可以来做订购。是不是吃饼干还可以做公益，真的是非常的棒哎！给我一支笔，订个两箱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们喽。